雷宁，去哪儿了？我们家狗不是生病了吗？我想回去看看。可是怎么办啊？那我要去见一个客户，需要带助理啊。助理，你不让你那个经纪人叫什么杰森公公去，不就完了吗？但是公公他有其他演员要带，他今天没有时间，怎么办？对啊，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啊？你带我去啊。行，我陪你去。啊、你等会儿，我先打个电话啊。我们家那狗子，啊，他不行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家狗不行，我得见他最后一面。怎么办？赶紧赶紧赶紧！什么症状啊？那是。喂，我不是说过别在我面前秀演技的吗？我去换衣服，在楼下等着。朱，喂，我现在没时间，先挂了啊。哎呀，二点。雷宁，你在这干嘛呢？你不说你没时间吗？你管我干嘛呢？我干嘛对你来说有那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了，咱们今天就赶紧把话说清楚。雷宁，你听好了，我喜欢你，非常非常喜欢。如果你喜欢我，你就跟我在一起；如果你不喜欢我，那我就追你。反正你追男哥，他们俩肯定会在一起的。好了，原来你真的喜欢雷一鸣啊？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啊？你们？